嗨，大家好，我是达林。我是琳娜。我们人类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虽然发展了科技，甚至不满足于地球，但是有一些原始的东西依然留在我们体内，比如对一些无害事物的恐惧，例如蜘蛛恐惧症、密集恐惧症、巨物恐惧症，还有恐高症等。如果你对某些事物恐惧，你肯定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同症状的人，但是这些恐惧症都没有得到传统心理学的认可。密集恐惧症可能是网络流传最广泛的一种，大部分人看到密密麻麻的图片都会感到不自在。然而呢，有一种恐惧症比密集恐惧症影响的人群更多，只是我们很少人说。你猜是什么？蛇吧。你怎么知道？我猜对了。对，查资料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对蛇有恐惧症。我就最害怕蛇，你不也是？我也最怕蛇了。其实人类最多的恐惧症就是对尸体的恐惧症。尸体恐惧症主要表现的特征是对人类遗体、骸骨甚至棺材、墓地、墓碑的恐惧。在处理同类尸体上，人类很特殊，我们为了缅怀先人会举行葬礼。有研究发现呢，几十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就已经在举行葬礼了，而其他少量的动物呢也会做到这一点。上一期我们就讲了关于会举行葬礼的动物，大家如果好奇可以看一下，非常有趣，下面就有链接。有趣的是呢，别的动物很少会对自己同类的遗体感到恐惧，而我们人类呢却会感到恐惧。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呢，恐惧首先是一种生存机制，当感官感觉到可能构成威胁的压力来源时呢，大脑会启动一连串的反应，让我们要么为生存而战，要么呢就尽快的逃离。哺乳类动物的这种反应被称为战逃反应，正是战逃反应让我们一次一次躲过了危险，最终呢生存了下来，让我们的基因呢得以延续，也可以说呢是恐惧症让我们生存了下来。而我们现在体内遗留下来的这些对无害事物的恐惧，基本都是我们祖先在野外求生时训练出来的本能。比如密集恐惧症，我们可以理解为那些密密麻麻的事物曾经在我们生存环境中扮演着不好的角色，象征着死亡和疾病。这种长期的影响呢，写入了基因，让我们可能天生害怕这些类似的事物。而我们对同类尸体的恐惧也可以这样解释，人类尸体呢预示着一些不好的信息，它可能是疾病和死亡的象征。因为尸体体现出的原因要么是生病而死，要么是遇到捕食者，无论是出于哪个原因，远离尸体呢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远离的最好驱动力之一呢就是恐惧。远离种群中的死亡群体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有些昆虫和水生动物也有这种倾向，只要种群里出现生病或者死亡的个体，所有的成员都会被远离。生物呢肯定从这个行为中得到了许多利益，因此呢在长期的演化中它们被保留了下来。那么为什么我们对其他动物的尸体往往会没有太多的恐惧症呢？你觉得人为什么不怕动物的尸体呢？因为动物我们平时吃的你看都是动物的，所以你就不恐惧，不是吗？是的。一种解释是其他动物的尸体我们看到的更多是食物，而不是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或许是吃真的可以战胜恐惧，特别是在饥饿荒芜的年代，我们在长期演化中其他动物早已经和食物相关联，而且呢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捕捉到动物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早已克服了对新鲜动物尸体的恐惧。但是呢大多数时候尸体被证明是无害的，而我们为何依然会保留这种恐惧呢？首先呢我们对无害事物的恐惧很正常，只要无害事物和一些我们常规认识中的有害事物存在相似之处时，我们就很容易受到关联性的影响。另外呢这就要说一下我们另一个强大的功能，除了基因会决定我们的行为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为魔因，这是我们文化形成的原因。大多数的恐惧和我们的经历有关系，我们所在地方的文化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如果我们长期受到一些尸体负面信息的影响，那我们肯定会恐惧尸体。同样，如果长期都在尸体正面信息的熏陶下成长，我们就肯定不会害怕尸体。比如医生这样的职业，恐惧是正常现象，这是我们生存下来的原因。心理学大师菲利普·金巴多在其所著的《时间的悖论》一书中说道，人对于当下有威胁的事物会产生恐惧，这也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的恐惧情绪是人类对当下威胁的及时回应的说法相吻合。最后要说一下，恐惧的情绪呢，源于人类数千万年的进化，而产生是源于自身求生本能的情绪反应。而这种情绪可以增强我们关注当下的心理，并让我们在遇到威胁时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但我们不能对一些事物过度恐惧，这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法，别忘记留言，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